每次在电影院的幕打开之前，我都会怀着一种等待的心情，而每一次离开电影院之前，我都会再三回头望着这片空白的银幕，心里面想有一天我要将自己的电影作品展示在这片银幕上面。我要认识我的朋友替我骄傲，而认识我的观众为我鼓掌。我相信我做得到，因为我有梦想。下次第4届亚洲电影大奖。